那我们了解室内住宅节，我们在讲什么叫市政局。好，第一个政局是怎样呢？对乙申的恶念，乙申的恶念就会阻断而停止。对我已经心中生出一个恶念的时候，你每天要看你有没有生恶念，对生出恶念，你要怎样？赶快把它阻断，立即尽力把它阻断那个恶念。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惹到我，我就生出个恶念。哦，你搞反了，我被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恶念生了，要赶快阻断，看懂吗？正勤要正的去殷勤阻断你念力的种子。所以，你当你生恶的时候，以生恶当因阻断，此时要阻断，让它不再生恶念，存留在你脑海中，这叫做因正勤。第二个是怎样正勤呢？第二个就是说，对未生之恶，没有生之恶的时候，使它永远不生，使之永远不生，使不生。我对我还没有，这是已经生的恶念，我要赶快阻断它。这个境界就比较高了。我还没有生恶念的时候，我不要让它生出来。好，那境界就更高了。好，好，第三个是怎样？第三个的境界是什么？对未生之善，还没有生出的那个善的慈悲心啊，我怎样？我要怎样？而行精进，让它讲，让它不断的生。对生之善，我要如何让它去生出来？因为我看到一个人的话，我不敢生在善，我怎么让它生出我的善？因为我一般人就是善跟恶嘛。第四个是怎样？以身之善。怎样？此之增长。你若生出了善良的心的时候，你如果让它增长，一直增长你的善。这个四种的修法叫做四正勤，众四种都是恶要断掉，然后呢善要把它维持，然后就是到最后叫做怎样？最后四个字叫做恶念不生。恶念不生，还有什么？善念怎样？不是不断不灭，叫不生不灭。在我的脑海中里头，就是没有一丁的恶念种，永远不会生的。在我的慈悲心里头的慈悲心是永远不会断掉的。好，那这是到了不生不灭境界，就是恶念不生而善念永不灭。然后说四正勤的话，就是我们在维系的心里头去看你的念头。那以前有一个人哦，修行的时候说：“老师，我怎么修行？”啊，拿一个刚好一个，他说那修行很简单，你就每天拿一盘围棋，围棋不是黑白棋吗？有没有很多哦？你把买一个围棋之后呢，把围棋放两边，一个黑的，一个白的。你每天哦都开始晚上要睡觉以前哦就打坐，就想到你从早上一起床，到你晚上的时候，你生了哪些的无明，跟他吵架或者发脾气或不爽不快，你要放一个黑种子，黑个围棋一粒。所以你觉得哎，今天哪一天很欢喜心，做一件好事，觉得哎这个好事还不错，你要放一个白的种子下去，白棋下去。对，你如此下功夫下三年再来找我，哦，那就后来。结果那一个人为了修行的话呢，他修了三年之后呢，他后来他找那个师傅，他说：“师傅啊，我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，我的那个黑棋特别多，我白棋哦，比黑棋比黑棋多。”黑棋比白棋多，我这都我怎么平常都那个动不动就要跟他吵架，动不动就要产生那个恶念种，我说好可怕哦。第二年呢，到第二年的话我一半一半，我真的改变很多，一半一半。第三年呢，现在很好，我白棋比较多，黑棋比较少。他是说，那我要讲，你现在继续再修三年，因为你还有黑棋在啊，现在再修三年好了。三年之后他又找他，然后你现在修怎样？我现在来讲，本来是第一年的时候黑棋只有一半，第二年黑棋剩下四分之一，第三年呢黑棋几乎都快要没有了。然后没有还有没有？他说快要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说好像没有办法放黑棋。他说你还不够，你要再去修三年。他说我弟都修成白棋，还叫我再修三年，我怎么修啊？结果后来他就再悟三年，悟到三年之后，他去找那个师傅说：“你怎么样？我第一年白棋全部都是白棋，被白棋剩下一半。那第二年白棋剩下三分之一，四分之一。第三年的白棋都不见了。啊，那时候你成道了，你成道，你悟道了，咱了解我的意思吧？
白棋当做白棋那个念头还是黑棋啊？你把白棋当做白棋那个念头还是黑棋啊？执着啊，心不住善啊。但是你刚刚开始修行，还是要经过这个过程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用黑棋白棋去对应一下嘛。我们懂得很可怕嘛，到最后你所认为的善不是善啊，应该的啊，怎么还当做它是善呢？这是因为我们恶多才有一个善恶对立啊。等到你都很清净无染的时候，你所出来的存出的万善俱备是谁？阿弥陀佛，万善俱备，无一不善，一言一语一情一默无一不善，连恶念种都不存，哇，那是境界高啦。所以那时候他有没有认为他是在做善？没有啊。他如果他认为是善的话，他还执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他把那个白棋变成道道没有半颗子了。他说：“那你悟道了，你成道了，这样懂哈？”所以你们也是有这个四圣级而下手啊，以身恶不死身啊，对不？然后呢，被身恶的时候，我不要让它生出来啊。那以身我要让它断掉啊，我不断不行啊。吵架吵完了再后悔怎么可以？还没吵架说、这个念头不行，赶快收回来。好，然后说没有身善，我应该帮忙。怎么他跟我讲，我怎么没有去帮忙他？为身善，那要看能力帮忙，不要乱帮忙啊。为啥？我如何让他能够善念出来？那就是如果已经生了善，我说让他增长他的善，这样搞哈，这个叫做四正觉。Taoist 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. The Taoist Sages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，连贫困偶失策也。好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七真书传哈，这个七真书传哈是咱电视与网络弘法节目。道场即在家里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。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，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，邮局代号700-244-1440-0611-010。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，弟子。桃园县平镇市环南路二段27号6楼，电话03281115。